Elizabeth 今天非常高兴来法华社，我们要合作一期新的节目了。是的，所以今天你是要给我们看一个你代理的一个新的项目，对不对？是的，是的，我们的新项目就是在法拉盛的这个 Flushing City Town Hall 的旁边。我们项目的名字叫做 Northern Residences， 就是因为我们正位于北方大道之上。中文名字呢叫做威斯汀华苑。那为什么这么有意思叫威斯汀华苑呢？这是我们法拉盛第一个五星级酒店跟住宅公寓相结合的综合体项目。那我们十层以下其实就是我们的威斯汀酒店。那威斯汀酒店其实这个品牌啊非常罕见，在整一个纽约州这是第三家而已。而楼上的住宅部分的话呢，我们一共有48套，从 studio 户型到两房户型都有的。那不仅是我们的外观非常的瞩目，地点非常的好，在法拉盛闹中取静，而且我们的品质也非常的一流。在配套的服务上面，我们更做到了在整个法拉盛绝无仅有。我们引入了全套的一个管家服务。那在这种情况下，的确我们的产品也受到了很多法拉盛当地的居民以及一些国际买家的青睐啊。那现在的话，预计交房时间就今年8月了，很快了。哇，真的是。所以在节目播出不久，大家就可以预期到这个项目就可以交付使用。是的，要不然跟我一起，我们去楼上看一看。楼上的话会有我的搭档，我们出 Realty 的 Riva 姐给您介绍一下。好的，我迫不及待想去看一下。好的。Hello， 陈德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样板间。那我们这个楼盘呢，是位于法拉盛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威斯汀楼上的一个住宅项目。那现在您看到的是我们一个标准的两房两卫的样板间。开发商呢，在整个建材选料方面的话也很讲究，像我们的整个柜体，包括我们的台面，全部都是从意大利为这个楼盘量身定制的。你看，所有你看这种双门的冰箱，对，就很气派，对，而且都是包裹起来的。是的，对对，是的，就很好用。然后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呢还配置了内置的那个微波炉，包括我们一个双 sink， 所以使用起来的话，生活上面是很方便的。大家最注重的就是这个抽油烟机和这个炉灶。我们这边用的品牌的话呢，都是德国的 Miele， 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个抽油烟机的话呢，是一个商业级别的，它直接是个外排式的，所以很符合我们一个亚洲人的生活习惯。这个马力肯定非常大，所以你看现在开放式的厨房就是需要这种强马力的抽油烟机，对，才使得我们这个客厅也能够保持空气的清新。清新，是的，对。而且您看一下我们这个楼盘的话呢，我们每一层的层高是很高的，差不多在10.5尺到11.5尺。加上我们的落地大窗，整个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采光也很好。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下我们这个玻璃，我们这个玻璃的话呢是一个4层玻璃，防辐射防噪音方面效果就非常好。对，应该来说整个法拉盛是第一家开发商这么舍得去选用一个这么高端的玻璃幕墙，它在保温还有它的这个防噪音方面的效果就非常的好。这种户型来说的话，我觉得设计也非常的好，你看，对，一进来它私密度比较高，对，然后两边的卧室互不的干扰，所以是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个楼一个标准的一个户型的一个设计？其实我们这个楼的话总共48户，然后我们相同的户型的话不超过2套。哦，所以我们在户型选择上，其实给买家虽然只有48户，但是有一些不同的选择。开发商在整体楼盘设计的时候，他花了很多心思，他是根据市场需求倒推回来，所以我们的为什么就是我们的销售会这么好？大楼总共只有48户，然后呢，几乎每一户的话，他就是住在一个五星级酒店的一个配套服务，所以这样子的话，它的稀缺性是非常难得的。就这种楼盘怎么讲呢？我们想说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楼盘。而且现在很多一些高端公寓呢会采用这种智能化设施。对，我们这个楼有没有？我们这边当然有。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话，我们的 control panel 的话都是智能的，智能家居的话就很方便，它可以一键控制所有的电，包括控制温度、控制灯光。我们的那个窗户上面都安装了那个插头，将来的话如果装那种电动窗帘的话也一键可以搞定。开门的门锁的话呢，它是用 latch 的门锁，它是可以用手机 APP 密码钥匙都可以开。而且我们刚刚忘了介绍我们的那个洗手间的话呢，我们全部都是有地暖，然后呢我们有两种，就是像一个两房来讲的话，它会给客户提供不同的沐浴感受。那像我们的次卫是配有一个浴缸的，然后主卫是配有一个淋浴，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不同的沐浴体验。而且我们的主卫呢会配备一个 Toto 最高级系列 Neorest 的一个智能马桶。老师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是一个主卧，你会发现这个层高还有它这个房间的宽度是非常舒服，非常难得的。是因为一个卧室来说的话，你看
这个床摆了，两边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对，是的，而且我们这边有一个走路式的衣帽间，对，还有包括我们的主卫，也像我们这边主卫的话呢，它也都是有带地暖设计，厕所的马桶也是智能马桶，都智能的马桶。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次卧，我们次卧的话其实空间也是很大，你会发现我们次卧摆了床之后呢，你会发现它的空间对还是有很多的，还是对对对，而且衣帽间啊什么都有，对，衣帽间都很大，对。而且景真的是很漂亮。是的 ，Viva， 我们这个所有的公寓是在十层以上的，对，所以这个景观来说的话，是不是也有它自己的特点？是的，我们因为住宅的话是从十楼开始，所以我们这边东南西北四个朝向的景观都非常的开阔。特别是像我们在这边是一个西北朝向的一个户型，你会发现，因为我们是一个大的落地大窗的设计，所以这边你其实看出去的话，景观是非常开阔的。如果夕阳西下，想象一下它这个视野会让工作一天的那个住户来讲就是能量达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如果工作压力大，工作比较繁忙，早上起来看一看心情都很愉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能量传递。 对，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远处的曼哈顿的天际线。是的，是的。而且呢，因为我们的住宅是在十楼以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所有的那个住户的景观是受保护的，这边之后的话不会有其他楼层再超过我们这个高度，这个是很难得的。是，而且这边你看远方我们还能看到那个 Whitestone Bridge。 其实对于法拉盛的买家来讲的话呢，他现在的需求跟之前是已经有一些不一样了，那特别是后疫情时代，大家对于楼盘的品质、它的配套设施还有服务都是有要求的，特别是我们这个楼盘针对的是一些高端买家。那像我们这个楼盘的话呢，它的所有的住户它是可以享受五星级酒店所有的配套设施服务的。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它还有它自己独享的一些配套设施。那包括我们在十楼的话呢，会有一个只提供给住户的一个休闲露台，然后呢在屋顶的话还有个屋顶露台，那个是可以提供 BBQ 功能的。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虽然我们每一套房间里面它都有自带洗衣机、烘干机，那我们在地下室的话呢，开发商还很贴心配备了一个大型的 laundry， 所以有一些大件的那个需要洗的东西的话呢，它可以去使用楼下的这个洗衣房。然后呢我们还有自己的一个健身房。那酒店本身来说的话，有什么样的配套设施是我们公寓的住户也可以享受到的？那酒店这边的配套设施的话呢，我们是有一个恒温的游泳池，然后以及一个桑拿水疗中心，酒店有自己的一健身房，住户也可以使用，还有一些酒店的会所。然后酒店在二楼的话会有一个季节性的酒吧，那住户也是可以享用。那包括酒店这边的一个宴会厅，以及它在一楼有个很高端的日式餐厅。然后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停车场，这个是个很重要的。那我们这边总共是有一个82个室内停车场，然后呢它是可以提供充电服务的。像这样子高端的楼盘，它的定位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可以被市场接受的？其实我们这个楼盘呢，从销售开始到现在，我们是从2月份左右开始销售到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超过70%的一个销售比例。那在这么短时间内，我们的销售业绩还是不错的。那也可以说明，其实我们这个房子的定位，包括它的一些配套设施，还是市场可以接受的。因为法拉盛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跟一些其他区域比较不一样。应该来说是跟我们华人的一个文化还有历史相关，因为华人他对于购房是有种情结的，就是说华人去到世界各地，他一定要先买房，就有了房他才有家的概念。而且呢像在这边的话呢，有一些高收入人群，他可能自己是住在长岛或者其他地方，但是因为工作的需求，他希望是在法拉盛这边有一个自己的公寓，那相对打理起来比较方便，而且配套设施也很好，而且我们楼下有24小时的门卫，所以很安全，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再加上我们大楼总共就只有48户，所以在法拉盛就是同等配套设施来讲，我们的私密度是最高的。像我们这边的价格，一房的话呢我们目前是85万8起，然后呢像两房的话呢，刚刚我们的样板间是138万。在拍摄中恰逢威斯汀华苑的开发商世纪地产集团总裁徐家鹏先生也来到了现场，我们对他进行了专访。徐总，今天非常高兴哈，我们参观了这么好的一个项目。这个之后我就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会去建造一个这样的一个高端的有地标性意义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寓项目？这个项目呢，其实我们买这块地的时候是2002年买的，所以也就是说经过了20几年。其实我们在酝酿这个项目的这个当中呢，其实在十几年前我们就在考虑我们这块地很适合做酒店项目因为它是在交通要道上面，所以刚开始的定位就想到在 Flushing 应该需求什么样子的酒店项目，是高端的、中端的还是低端的。
所以我们看了所有Flushing 的这个酒店之后我们可能最高端的就是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应该是喜来登这个项目。喜来登项目在十几年前它已经30年了，所以30年一个四星级的酒店，我们就觉得定一个超过四星级酒店的这个项目是必须的。当时的设想是建造一个法哈盛第一座这个五星级的酒店，那为什么后来这个建造的一个计划变成了是酒店和公寓混合型的一个项目，这个是怎么产生的？哦，这个产生是因为刚开始买地的时候其实是 C22R6， 那个 zoning 不允许我们盖酒店，那我们必须要把它改成可以盖酒店的 zoning， 那就是变成 C43。 这 C43 里面呢有 4.8 倍的建筑面积这 3.4 倍只能盖商业的用途，也就是写字楼啊、酒店啊跟各方面的这个商场这一类的用途，那剩下来的就是可以盖成公寓，盖成私人住宅，任何一类的这个住家用途。那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个项目建到这样的一种非常高品质的高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呢？对，因为这个楼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那我们隔壁的这个楼呢，我们叫 Flushing Town Hall， 到现在为止是160年的历史，应该是在说整个在 Flushing 最有历史性的建筑之一。那在这个 Flushing Town Hall 里面有两任总统在这边有讲过话，所以我们的这个楼是在他的这个楼旁边，你必须造出来的东西必须要有地标性，所以我们跟Community Board，我们跟那个时候的 City Council， 我们跟其实跟 Flushing Town Hall， Flushing Town Hall 里面的 Board Member 全部都有看过我们的设计，所以从外形就连 挑选出来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楼，我们楼里面有一些像是 panel， 其实是砖头的颜色，但是是 panel， 其实是就是因为让我们有一种 transition 跟它的这个楼的一个 connection， 楼的这个外形的一个弧线也是跟这个楼有关系，这样子可以让它的这个楼很快就现出来，从东往西在开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花心汤花就现出来，所以地标性那我们必须要做到。所以那当然对我们来说造这栋楼品质很重要，因为整个这个花心这个社区里面的这些人群啊，就是追求越来越高的这个品质的，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比人家要更好。你是酒店，那酒店很自然的就会想到酒店式的服务的这种公寓以前像这种 concept 这种理念在曼哈顿才会有，在 Flushing 没有这种这一类型的这种公寓呈现在给我们这个社区里面的这个 buyer， 那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现在在法哈盛来说的话，是不是你可以认为就是说人们的消费水平或者他们的一些购买的实力已经可以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是的，是的，所以你慢慢就会你会看到盖出来的高端的公寓它怎么样被市场来消化掉的这个速度那从我们的销售的这个成绩上面也体现出来，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这经过几个月的销售，我们已经销售了70%，所以也就是说社区里面需要这样子的楼也接受了我们这样子的楼。实际上你在很早的时候20多年前就扎根在法哈盛，所以你可以一路看到法哈盛这20多年的一个变化，所以对法哈盛的一个房地产一个发展这样一个轨迹来说的话，你看到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发展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 Flushing 有亚裔超过52%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头我们华人能把这个一个区域打造成这个样，今天的这个成绩是不容易的。这个过程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这个过程。所以我1999年来到 Flushing 开始做一些做房地产开发。但是我经过20几年呢，你就看到从刚开始的在也许一两栋这种高楼，到现在你随便放眼一看，你周围都是有高楼或者正在建筑的或者已经完成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在这边，这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等更多的人在这边，他们希望造更多的楼宇，因为更多的人希望住在 Flushing， 住在 Flushing 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亚裔
他们觉得语言很方便，交通很方便，他们有看到自己的面孔，对不对？所以他们喜欢住在这边。所以对法拉盛未来的发展的后劲你是怎么评价的？它有哪些有利的一些因素存在？我一直看好 Flushing， 我是在 Flushing 起家的，二十几年之后我看到 Flushing 这个样子发展，那未来十年我来推测也是会快速的发展。我们 Flushing 的这个 Flushing River 那一串有几块很大型的开发的地已经被改成 zoning， 改成更高的 zoning， 所以也就是说跟那边的开发商已经达成协议改成了 zoning， 让他们开发成很高端的这种项目。在 Flushing River 河对面呢，市政府已经通过了要造一个足球场，超过1000个单位的可负担公寓，还有一个250个房间的酒店。你就从这个两边这个方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晓得 Flushing 具备了很大的潜力，市政府也支持 Flushing 继续发展。就是我自己本身来说，我有这个开发完了之后，我还有其他的项目在开发，那我们有不同的其他的开发的这个朋友，他们也有不同的项目在已经在 line up， 也要在开发。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不仅仅是现在我们开发的现状啊，就是说我们根本还没有到饱和的这种状态，所以这再往下面再推进去5年到10年，还是有更多的这种更好的这种项目开发。所以从各方面的这个角度来看，你就说不仅仅是整个这个Flushing这个里头市中心这边的这个发展，整个到周边的都一直在持续的发展，而且往外面扩散，所以整体的这个一个方向趋势是非常非常乐观。谢谢。